欢德喜以这条歌来取艺名的歌。真的假的？是真的。不得已，哎，金钟奖哎，主持人，你都不相信？对啊，真的很难，看起来就不太正经的。正经一在那。好了，阿丽去安东哥，安东哥了。那当时没有错，阿姨多出道一群，阿五姐按摩一个活动碰到我，啊，刘大哥，哎，赶快敬礼啊，一家我家五爷嘛吼，啊，我的艺名就是用安东哥来冰冻邓来同安阁，安同阁哦。来，那我们就来听这个同安阁买菜。对，好嘞。到今嘛想起来吼，咱虽然咱有来做歌、做事、做曲，但像这个小刘老师，只管咱平常心，我们就是，但是我自叹不如今。你也安尼讲，我是讲小刘老师，你嘛足无聊咧。你来写这个歌，啊，你唔就足爱买菜，啊，无你也咪做人啊？唔是，啊，你佮爱讲太假吗？对了，你知吼，伊个厨房吼，灶卡多智是。多子师傅教的拢查甫较济，啊，对唔呀，对唔呀，对唔对吼？啊，我问你，安东哥敢真正有这个人？有这个人，梁山伯、梁山伯、祝英台啊，这歌戏内底、戏曲内底啊，都有这个人物。哦，这人物。哦，啊，迄个梁山伯叫咩？祝英台引导个红门，红门。啊，因厝的好爷人都叫家董，拜访，哦，拜访，吼，啊，就叫家董去买菜，要来请。哦，这家栋就叫安栋啊。讲到这个啊，新梅哦，最近啊，听讲你真济迄落演唱会，我最近好像看到你到处在开演唱会。新梅这大队新加坡的。新梅啦，你闽南语的歌曲来讲，刚会卖讲，我觉得他是自成一派，他的唱法又不大一样，所以他在演唱的时候，你去听唱歌，今年在讲得到一个好像很好的音乐响应，这是我讲我感觉他耳朵。我去 pub 听唱歌，伊是台语、国语、日语、英语都唱。你嘛是最近那开始唱歌嘛？对啊对啊。再出来讲叫做曾小平，叫做金色馆。色馆的啦。曾小平。也许那你餐厅都你都有啊嘛哈。餐厅买机吧。你买机吗？哎，你查几回？你嘛拜托你餐厅。什么？那我是炸了出道，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唔对了。这个新梅哈，这几年来，他因为他很用心，哦，一直有天分，啊，家己够认真，所以啊，伊本身音色够水，而且听歌人长得很健美，很健康哟，啊，声音就是很健康，听他的歌很舒服，好吧。
我唱歌。是啦，我来这边就是不怕，你是性命，谢谢谢谢。双双对对的姑爷，阮是苦酒来作伴。无你斗阵的生活，放乎茫茫了了较快活。颠颠倒倒对人的舞步踏，袂当找伊的影影。有话要讲无人听，只有对镜头心切，望你回头将阮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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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就本身你看，伊咧唱歌是伊咧，伊咧舞蹈有诶，伊咧 action 啊，你应该穿这个草裙那种。有机会，有机会恁穿草裙哦。我跟你讲啦，因为吼，今天吼这个舞台实在太水咧。嗯。我其实在家里吼接到这个通告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绞尽脑汁，我到底穿不穿什么衫呢？因为要穿正式一点。可是我感觉拢无啥差咧。真的吗？嘛，你太好看咧。你即卖体格还搁较赞，比前搁较赞。无啦。哦，人个是我食。比较侪会较肥，伊拢袂。因为我感觉讲吼，起码有这种音乐节目真的很不简单。嗯。啊，所以吼，我的歌啦吼，啊，跟我整个的打扮，我觉得全身都在跳。对对，要正式一点。对。哎呀，这是对节目贵节目的一种尊重。你敢有接触到秀场？秀场应该无对不？无伊无伊无嘛，对无啥？所以啊，咱若要讲秀场的代志，你得搁较不了解。对啊，可是我还蛮想知道的哎。我们从秀场开始到。好我唱歌都了了，哎，秀场，这是讲餐厅唱歌好了，唱歌都了了。餐厅歌厅啦，餐厅歌厅夜总会。听讲你较早你唱高凌风唱歌有阿朱阿花，啊你唱歌有阿皮伯啊甲瘦猪啊，这是真的吗？真的啊，伴舞的，哎伴舞呢？啊你哦，哎呦，迄偌轰动。哎，我好想看哦，伊哪哪伴？苏阿香阿基，啊瘦猪啊提只红巾啊。啊，穿一件敢那红金光吼，哦，安尼，我来做你，我做你，我做你，好来，好来，啊，你做做啊，好好。啊，你敢那吵啦嘞？啊，安尼爱看者，哦。哦，阿过来，阿叔，阿伯，看这锁珠啊，无啦，阿你观众拢有拍着惊。哦，迄阵锁珠啊无遐肥呢。
啊，最起码拢规个大好个，较早深山吼，安尼红琴啊吼，人叫是讲，哎呦，这我辣嘞，红叽叽安尼，啊一个目睭安尼看一个，哦，迄有老乌啊吼，看一个吼。伊就遐么上一边。今天哦，外口收听率你就好。餐厅都唱袂调啦。小刘哥哥，啊，我捌听过一个你的传闻，我甲你看敢是真的好不好？就讲你要上台以前，你一道啉一杯牛奶，啊，啉啉未了，伊讲欢迎宝岛歌王刘福柱，爱情巴肚开始咧加。无，伊迄牛奶啉落。你讲这吼，你这我讲给你听，因为吼，迄栋吼，合作诶，精明吼，蓝心湄的群，已经不是蓝心湄的谢幕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啊耍的，哦啊娘命都丢我对不？喂，娘命丢我对不？啊我就是迄日吼，因为一天吼唱几十场，啊拢唱到半暝啊，啊今仔火大吼，啊你诶。牛奶鲜奶吼，较体会一点。啊，我是着啉五百 CC， 高高高高高灌落。啊，去到后台吼，哎，无张无敌，哇，哎呦，哎呀，巴肚吊吊，真蓝心湄吼，唱了啊，你羡慕羡慕。啊，我想讲啊，可能吼，哦，到尾感觉怪怪，想讲啊，放一个风，放一个，结果唔欢迎，不是风。一做人的心不难就知啊道理。这个是你的人生。